作遁形，阵容必打走光意外。阵容男的来马，免不了又要被问到旧爱刘浩龙和容祖儿的恋情。不过他却丝毫不介意。我唔会唔开心，唔会唔开心喎。我觉得冇乜嘢啊。既然问题不设限，记者就大胆问道：早前他拍摄新歌《第五类》时，不小心走光鹿毛事件。不料他脸色一变。吓，系咪真系要答噶呢啲？不如讲翻唱片嘅嘢咯。诶，之前不是说不抗拒任何问题吗？当然，即系唔会介意去回应呢啲问题，亦都即系冇乜需要介意嘅。看来这件事对阵容打击很大。吓，系咪真系要答噶呢啲？还收影娱乐最 live。